恭喜 Rice， 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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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同时有请颁奖嘉宾精品购物指南执行出版人李娜为 Rice 颁奖。一整个团的这个出场气势就不一样，好帅啊！好，请大家合影留念。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，谢谢。谢谢。几位小帅哥，请留步。我听说你们年底拿奖拿到手软，是不是？啊？不愧是我们的年度人气团体奖，因为我们今天在云直播，那姚琛快跟大家。我们这些粉丝们说几句话吧。谢谢谢谢。首先呢，想要先感谢一下我们的主办方精品风格云盛典给予了我们这个奖项，然后能够站到这里，最想感谢的还是我们的小十二们，谢谢你们的一路支持与陪伴，然后未来 Rise 会继续努力，谢谢。人好，那个刚才何洛洛给我发微信，他说让你把耳环摘了。为啥呀？你俩有什么梗吗？没什么梗，没什么梗。有没有要跟他说的？他刚在我的组里面拍完戏。是啊。嗯，也希望你们未来都跟我一起合作。你先说。好，希望这个洛洛能够在这个他的组里面也是能够，把他最帅的一面表现出来，然后让大家不负期待。对。好的，再次恭喜我们的 Rice， 谢谢。谢谢，恭喜恭喜。请台下落座。